享年代，我是田妮。国光剧团27年团庆公演，3天4场剧目中，包括正式加入国光剧团的黄雨玲专场，她端出拿手好戏活捉，以脚踩硬敲的高难度演出来诠释幽魂的飘忽感。而知名丑角陈星河则是饰演负心汉，两个人从生到死纠缠在爱欲之间，看点十足。王子的阎锡娇化为幽魂，夜访旧爱张文远居处，仍想续情，谁知男方早已负心，只因起了色念才开门迎入。活捉台上的黄雨玲和陈清河都有高难度演出，黄雨玲踩着唯有脚尖着地的硬敲，呈现幽魂的飘忽感，而漫天挥舞的水袖则在阴森之外添加凄美。陈星河也施展绝活，眼见幽魂前来索命，他从京剧到甘愿被情勾引，软绵绵的水袖竟提起全身，这里便是京剧中的提灯引好戏。一个叫提灯影，好像那个女的揪着她的脖颈，好像拎起了一盏灯在风前晃，而这个提灯影这个动作就让我们看到张文远是这样一点一滴她的精神魂魄被抽走，而不是被吓死或掐死的。所以这个戏就是在技巧绝技跟情感跟整个主题内涵诠释上包容在一起，非常的不容易。十多年前，《活捉》便已是陈星河、黄雨玲的拿手剧目，过程中有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前辈老师的传授，但如今更多是属于陈黄两人的体会创发。而这版本也是代表台湾、专属台湾版本的《活捉》。记者张斌、林世达、何乃强等报道。日本
本图文艺术家药超雄，他设计了2020东京奥运的会徽。他擅长运用几何设计原理来进行创作，图案源于简单的规则和结构，却可以组合成非常多令人惊艳的作品。那么这一次他首度来台策展，带来近300幅的纹样作品以及共创装置，带给台湾观众。图腾流转，纹路变化，日本重量级艺术家，日本冬奥会徽设计师野老朝雄，继伦敦展览之后，下一站来到台湾，以连结为主题，让图文串起了不同领域、地点、人物，以抽象或具象的方式让大家品味设计。タイトルで全て言ってるような気もするんですが、まあコネクトっていうつながることということが今回のこともそうだし、まあ、ずっとやってることでもあります。野老朝雄也为台湾献地制作，集合台湾民众亲手折的纸鹤，悬挂在墙面上。随着光影变化，纸鹤宛如空中自在翱翔。野老朝雄的纸鹤自成一格，与传统日本纸鹤相比，它更便于折叠携带，以及能在平面站稳。鸟喙平直，有安然自在，满满踏实之感。而除了纸鹤，还有野老积木。背后创作的动机灵感来自捷克二战中抵抗战车四巨马的障碍物，借此隐喻和平的重要。構造的にはすごく美しくて、X 軸、Y 軸、Z 軸がなってて、僕はそういうものの民生利用っていうか平和利用できたらいいなというのがあって。世界战乱纷争不断，野老朝雄老师提及，希望在这个极度分裂的世界，能够寻找希望与追求小小的和平运动。不管是纸鹤还是积木，都是和平的象征，祈福祝愿给每一个人。记者田妮、杜允智、叶志雄采访报道。陈建仁院士最新著作《因果螺旋》是他超过45年研究流行病学领悟的心得，而在分析疾病之外，他也贴近大众，用他创立的因果螺旋模式来剖析日常事件中的前因后果，引导读者在生活之中思考更周延，人际关系也更圆满。那比较常见的呢，因果谬误呢，大概有四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先入为主。第二个就是导因为果，第三呢就是见树不见林，第四个就是假相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四个因果谬误呢都能够很好的了解的话，那我们在日常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相处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事件困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它的原因在哪里，我自己的想法会不会对呢？会不会因为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呢我导因为果，以至于我误解了别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就不会很愉快。出书的缘由来自陈建仁院士在2008年底应邀到哈佛大学主讲，当时不止引起听众许多讨论，而后陈夫人也建议他将演讲内容扩展延伸，撰写成科普书籍，向读者介绍运用因果思辨的方式，来避免对小于自我、大于全球的各种事件做直接论断，并有望得到更正确的结果。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自然跟人类之间关系如何变化呢？艺术家以此为题，还运用 AI 智慧演算，让人看到仿如预言未来的艺术品。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迁，人类发展的同时也正影响自然体系，这个老生常谈一直持续却无法解决的议题再次被艺术家们关切呼吁。艺术家们以感知自然为概念，用 AI 的方式呈现探讨。我们透过 AI 用这个人工智慧机器学习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然后再把这样子的污染景象的风格跟周遭出现的建筑、街道，还有也许是自然环境做一个融合。艺术家们透过 AI 神经网络，以后现代观点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生活环境中充斥这样子的污染的景象或废弃物景象，那会不会在20年、30年之后呢？我们人对于这样景象产生一种情感，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常讲的工业风，也许是50年前我们不觉得是一种美，但是现在大家却觉得它是一种美学。人类与自然环境共生共存，这个重要的议题，不管多少次，还是值得我们再次回望、关注、省思。谢谢田妮、杜允智、叶志雄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我是田妮，我们再会。